安安呐、啊，我啦啦啦，中午好。哎、欸，小林，那可不可啊？为什么会突然贴给我看啊？我又没在喝可不可，我想说啊，干杯？还是你只是无聊找东西给我看而已？不可赞啊！可是我对他不熟啊，没中。我现在是想刷那个啦，我想刷一个那个炸弹兵。昨天看到个炸弹兵的流派，好爽！今天好热闹，不热闹？咦！下午好，我怎么会加速啊？刚没有注意看、欸。用过技能就加速。应该要马上重来了啦，只是我觉得摩斯这样花好像也没差呢齁。想说摩斯浪费掉了，那又还好，因为就是我现在要去刷一个手抽，就是要去商店刷第一个是摩斯的。准备第二堂课了，堂课加油！又是盾，哎、欸，枪，哎，来看最后一个吧。没有，好，我们重来。反正就是无聊乱刷，反正模式那么好赚，对不对？那个不要发一些无意义的贴图哦，独角兽，不然你会被ban掉哦。
冲刺后移动速度增加。哦，这个啦，我下课了，因为我要补习，补习加油，加油哦。哎、欸，小林，听我堂姐说你是当时的小伴娘是不是？然后我还跟我堂姐说，啊，我都在骂她哎，这样子。她说你为什么骂她？她很可爱。我说她是很可爱啊，可是就很欠骂。然后说她为什么会欠骂？她说就是喜欢开始在，她也是喜欢开始在骂人啊。她说怎么骂人法？她说开始会讲什么哭啊、靠嘞什么之类的。就小林是我堂姐的小伴娘吧，因为当时我会认识小林，也跟小林比较好，也是因为那时候知道小林是他的伴娘，不，我们是姻亲关系啊。很久以前的事情，对啊，那时候也是很久了。我那个堂姐长得很漂亮啊，有吗？没有，那浪费模式。接通安安，哦，空余安安。暴击耶！哇哦，酷哎！不是啊，一开始我哪有钱？200块没钱。啊，biang！啊，哭啊！没200块啦，什么烂 NPC 现在出现这个，有了吗？200块，有了，有了，有了，哦。之前参加堂哥有看到你堂姐的小孩们，真的啊，小孩都长好快哦，而且那时候也聊到说，我要说你也很欠骂，另外一点是半夜都不睡觉，那边在看我直播啊，然后在看书啊，看书很好啊，为什么看书你要骂他？我说啊，他就欠骂，整天说长不高，然后不好好睡觉。然后他才跟我讲说，没有啊，人家长不高是遗传基因问题，这样子。哦，好吧，那以后我不骂他了。反正我就想说，会不会就是我奶奶的寿宴你会出现这样子之类的？后来想想，嗯，好像关系也没到那么好，好像也不用出现没关系哦。
爸挺矮的，那就是人怪你爸了。爸，你为什么不长高一点？这样子，好啦，又没有了。其实第二关要刷到那个，刚刚商店要刷到我要的头也是很运气。但就是真的就是运气，我想试试看爽的感觉，真的爽到我会真的很爽。我是想要这只，但是我现在不能剪。为什么不能剪？因为现在剪的话就是会第二只角色会是炸弹兵，啊，炸弹兵的特点是他炸弹引爆的话会换下一只，啊，我现在就是不能让他换下一只。这样讲有点奇怪，就是说我炸弹兵是他自杀炸弹客嘛，那自杀炸弹客炸完之后他就会换下一只，有休息时间啊。那如果像刚刚那个商店的头的话，那个商店的头他是直接跟你现在这只角色交换身体，那交换身体的话他就是没有休息时间，就是会一直上场，懂吗？安安哦，没了。
大蓝兵，哇塞，哇塞，哇塞，我现在很生气。啊，真的太难了啦，还想死亡，物理攻击。三小，瞬间移动。哦，平静安安。打 boss， 打 boss， 我们赶快结束后换下一只的。我封了，我没封啦，只是一直刷不到。因为其实之前在商店有看到，但是就是没有用它。哭啊！磨到死啊，哭啊。没有，我现在只是想拿打魔石，然之后重整。咦，有炸弹兵。好啦，再看一下我们下一关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重开。云南安安。啊，我不该换的啊，白丝哦，如果有的话，我现在换的话啊，哭哭哭哭哭了，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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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哭了！这什么冰箱哦？无敌状态弹动弹不得，那就冰箱嘛。啊，冰啊！多好多东西，很多啊！
哭啊，阿凤。我换一下好了。啊，怎么换来换去又变回来了？啊，没有，重来，新游戏。我有广告哈。而且我也好奇说，为什么最近都下午都开台，那晚上都没开嘛？因为晚上我睡死，我大概六点半睡意就很严重了，因为前阵子吃药嘛，然后就是睡意也很严重。啊靠，哭啊！习惯了没有啦，我那时候吃了几天，三天而已，我就不吃了，因为太嗜睡了，你知道吗？我几乎是没有醒来。哦，克洛伊安安，我刚才在想说奇怪，我记得你的名字应该是特什么的，想不起来。对啊，因为我有设七点半的闹钟，可是设完之后，我就是真的起不来，然后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半了，然后所以有时候才会看到我半夜都还在开，那是因为我刚睡醒啦，哈哈，啊，我刚睡醒哦，嗯，还有机会，我们再努力一点点，我们再努力一下，还有机会的，各位。走啊！还想走，还想走，还想走。手机打字好难，那就用电脑打吧。啊，没有，不要理我，干话。
嗯，没了吗？啊呜！什么东西？我以为你累了，然后就不直播了。你是说从此不直播吗？隐退先远那一种东西吗？不可能啦，因为现在如果要出去做其他的话，我做不来啊，因为毕竟会不想面对客人啊，面对上司、面对客人又觉得很辛苦啊，面对观众可能嘴一下嘛，嘴完之后就是可能就是很受伤，关台就好了。也不说被嘴啊，被嘴完之后很受伤，关台就好了，没事。因为你只有平板，好好珍惜啊。又没有，这样刷会很无聊啊。可是我想让你们看，这个很爽。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就是要玩爆的啊，好爽的哎。获得防护罩。飞烫再没有，就吃广告，不会无聊。继续工作，好的。我这边看不打过了，怎么又有？没有。好，是广告。我们约好的，
哦，如果这一场有炸弹的话会很爽哦。拿到了这个，看魔攻增加 50%， 再加上魔法攻击力 5%。看打一打就死了哎、欸。现在收集全成就没有？我现在在玩一个很 OP 的流派，可是要刷得到才有用。全成就不可能啊，有些还是隐藏成就哎、欸，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啊。哇！这个头很痛哎、欸！哎，加个魔攻吧！魔攻！哇！我还是我不要解了，我好好玩这一场吧。这场好痛哦！枪兵的头啊！哭哭哭哭哭！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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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多痛！哎呀，刚好，刚好啊！笑，笑。哦不，没有。啊，如果等一下挑到一个魔攻角色，我们再来玩吧。可能到苏金前面都还有希望。看半血，半血，轰一下一只哎、欸，头很痛哎、欸，怎么办？我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去商店的机会。你死了没？死了。来了，商店会不会是呢？哦、oh, 不，虽然这只，哎、欸，这只我还没玩过哎、欸，这只是力量哎、欸，我现在是魔攻的，有白酒，白酒，走了啦，走了啦。昨天，这只昨天被某人玩坏，你说阿旺哦？其实我昨天有，
应该说我那时候也玩过他那个流派的，就是降 CD 啊，然后再加那个，加什么？加那个魔法的，然后会有那个火球喷出来的那个玩过啊，只是当时等级很低的时候，没那么 OP。因为当时那个更新的时候是在第三关那个狗狗那边，那狗狗那边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打，就被乱顺，就被狗狗的那个毒喷死。这个游戏手把比较好，对啊，手把我真的觉得手把比较好。汤油，汤油，汤汤油。我人在哪？我人在哪？我人在哪？我在啊！救命啊！五换头，就这个啊，这个东西啊，你看，然后再就是，哎呦，刚好拿到，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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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啊。那就是要降 CD 了。哎呦呀！
然后补别的啊，没有。我只是想要炸弹兵啊，很难吗？给我炸弹兵啊！哭哭儿，中午好。哦，中了，就是要这个。我不用下来了，我不用下来啦。我刚才想说要减 CD 80%的那个东西，我就中了。吃肉干嘛换这个啊？浪费钱。还没玩过炸弹兵，对啊，我也没玩过啊，很想玩欸。干嘛？这技能干嘛的？造成魔法伤害。什么东西？哦，他哦。没有炸弹兵，没有炸弹兵，没有炸弹兵。力量的不要了，力量的不要了。不是啊，没有有求必应啊，我想要。我想要炸弹兵。
大 boss 咯，我想要炸弹兵。不过我还是对第四之王很没把握哎，第四之王这都是靠赛过的。哇！哎呦呀！硬 A 打过的，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呢。第四只如果这样子玩的话，我需要精灵啊，没精灵的话一定过不了啊。沼泽地带，导火线沼泽地带，金水，哦，啊不对，我把鞋子换掉，鞋子没用。垃圾。我以为是炸弹兵，长那么想干嘛？保守攻击。我算是骷髅士兵啊。百三，没有够。还没死，
哦。啊呜！我不了解这游戏，没关系，不用了解，打就对了。粉末安安，啊！哦，猜错了，白痴！啊，痴哦，猜错了，那猜钱的。我们又是冰的啦，好气死！有了，五个。下午好，感觉魔弓不够痛。
我也希望可以拿到炸弹兵。我都打到第三只网了，炸弹兵还没出现，我还要130才能升他哎、欸。我遇不可求哎、欸。啊，是广告。我想要炸弹兵，我想要炸弹兵。对不起，我那食欲开始有回来了啦。现在早餐以前是两个蛋饼加一个薯条，现在是两个薯条加一个蛋饼。哦，妙哇、啊！我还是很讨厌这个拿蜡烛的啊，真的不妙哎、欸，不是说很痛，还没吃饭，其实有啦，有吧，要命，哪个换掉？战术三，战术。都有战士，小，现在战士是他，所以这个可以拿掉。喂，
好像不太行哎，没有精灵王，没精灵王猜之。忘记吃饭了，忘记吃了。阿斯要不要让我下去 ？Hello， 我下不去，没有了。笑死了，我忘了。饭了，等一下应该吃那个吧，蛋饼，那个淡水的蛋饼。哭了，我在哪里哦？啊靠呀！哭了，死了。额外送，自己去买。你去呗。生气了，谁生气了？啊！哇，那个。真的要死了，商店到了。嗯，你猜一只欸。怎么会回血？哦，到了。
好吧，没炸弹兵了，我烂啦！先吃饭，我待会回个家。然后够刷了。火球刷起来没有？我原本想玩炸弹兵的，刷不到，才会变成这样子。这是一场误会。我想要刷火球。要死了啦，没了啦，没火球了啦。死了，没了，没了，没了。炸弹太难了，我刚刷了几次了，六次了吧。嗯哼，来吧，我们继续我们的炸弹之旅。哇，怎么跳不起来啊？你推神灯，我也推那个啊，武士啊，武士好用欸。你昨天应该要看武士的特效，斩下去有月亮出现欸，那个要集到，好像他们说集到1000个，能量集到1000才行。是很难抽，不会啊，不会啊，好，没中。
获得防护罩。我觉得其实拿到防护罩很烂，我还宁愿拿攻速或是其他的东西。那其实前期也不太会受伤啊，会受伤那应该要重玩了。我已经玩到这样还受伤，有没有？不然就是喝水喝下去。哇，新手不懂啊，一百吨赞啦！啊，老手啊，一百吨哦，好了，浪费了。而且刚开始是开局拿到那个魔杖加在四十魔攻的吧，然后再加上他给我 魔法攻击力，我就觉得哇干，这开局就法师的啊，然后觉得哦干，很棒哎，没有中。我还没开动身呢，我想看一下我家有没有流星。下去啦。雪雪海狗安安，来吧！没有，你干，好像可以耶。我换一个玩法了，这个再加神体僵化。我是想问这个流派，哎呀，先试试看，好玩一直玩。玩一直玩，奔驰啊，对啊，我要刷奔。
没事，一切都在掌握之内。没有啦，因为现在打这个的话，他只会在我的后面，没事。好像很嗨，我之前就玩过了啊。他一个是什么十秒内无限冲的那个，这游戏只能单人，可以当人哦，没错。啊！哦，哭啊，差一点点呢。奔驰我也玩过，只是我当时没有凑到，就是没玩到鞋子，快气死！没有，应该说那时候我玩的时候是打姐妹的时候。那时候打姐妹还不熟，用奔驰结果死掉了。哎呦！哎呦！还不是用阿给哦？哦，没事，材料啊，嗯。那个炸弹兵出现，我还是不会拿。他拿的话，我只是在轮梯的位置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一开始商店那个换头的地方是，他把你那个头给换掉，所以他出现我也不会拿。我昨天的就是那个啊，那个谁，炼金术师，他在第二阶的时候就拿到满等耶。然后又很顺的拿到那个啊，五只，好像狗打那个第三关狗狗之前就凑满那个精灵王。哎，中了！啊，就是这两个，我要的是这两个技能。你看，十秒内冲刺的攻击力增加140，然后十二秒期间内冷却也不对耶，我不知道这个哎。我是要无限的啊，没有中，没中。没有到，靠，缺谁？啊，死小孩！还有一只，
能玩枪战吗？什么是枪战？辩驳吗？遇到祭司要刷技能咯，好像是这招也没错，哎，没错啦。啊，没炸弹兵，好哦，好啊，就这样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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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哦，安安哦，安安哦。先下哦，加工土地，是欸。助攻，嘿嘿，攻击速度酷啊！只要是枪类的，什么枪类的，射击类游戏嘛。两倍啊，这是什么？要一百个。嗨，韩文。我靠！平安安，
哭啊！在休息，好、哦。打王啦，凑不齐呀、啊！我每次都凑不，有啦，有次有凑过。三阶的骑士是那时候都没有鞋子哦，哭啊！要、哇，煮了，不行啊，抽不满，烦哦，好烦躁，好烦躁，好烦躁哦。你说，因为我很喜欢骑士啊，可是就是抽不满。Thank you.
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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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天！技能好烂呢。火星宣告，宣告是，还是哭啊？发技能了，对呀、啊。就是很烂。在啦，哦，血头！好闷哦，好烂哦，难得有死神。哦，是死掉瞬间加速，我的天！哎呦喂啊！风精灵。
是啥？压魔弓。我在转型啊！让我上去。哭啊！欸、靠，哭啊！哦，刷到啦！技能冷却一下，广告没有啊？这个游戏好晒啊！啊，好喽。可是我看你玩枪又比死神，没办法、啊，我觉得枪兵真的很猛，只是他一直不给我好我想要的东西啊。是啦，玩过头了。攻击再高一点的话就可以了。哇，一点半了。那时候十二点说吃饭没？我还没吃哎、欸。啊，大家边打边吃吧。旁边有那什么车轮饼。等一下哦！阿旺开台，阿旺。要剪片，不用剪了啦。那昨天那边跟波波说波波来玩啊，结果波波在剪片。
靠，哭哭哭哭哭啊！我沼泽最多只抽到三呢，不知道四好不好玩。No。按到了，嗯，我不知道这一场有哎、欸。哎呦喂，不是要猜的，错了。哎、欸，对的。开局，各位。啊！算了，我要吃，我要吃德伦饼。一直抽不到。哦，奶油滑出来了。嗯嗯嗯。嗯，哦，好好吃哦。应该说卡士达。那么讲卡士达奶油吗？还有什么东西的？
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叫奶油啊，然后叫苦力姆。哎呀！我好像没有他的传说过哎。好啦，认真玩，就认真玩，玩一场。不知道玩什么的、啊。两。粉末，拜拜。嗯，哎，如果进去炸烂兵，我一定崩溃。我还好，没有崩溃。鲜奶油，鲜奶油我不太行哎、欸，鲜奶油好油、哦。还是已经洗好的哎、欸，都传说了哦，都这么好，太好了吧！死人很帅啊，死人超帅的耶！对我太好了吧！我靠！没事哦，但我到底要魔功还是物功啊？物功、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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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来抽魔功啦！哎，更哭啊！啊，魔功，
哎，雅思。啊！我又跑这边干嘛？哇！这时候再拿到大恶魔，哇，完美了！两。李恩，拜拜。李恩吗？我怎么卡卡的？太少拿到死神了，不太会玩。哎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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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
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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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三了，就是靠这三件装备啊！老子三等，100%，只是物理伤害，我早就要换掉。不怎么痛，对啊，没有魔攻叠不够高啊。嗯，他能叫收割吗？欸，真的是欸，我以为你们帮他取名字。抱歉，来点魔攻吧，暴击也可以。不要啊！哭啊！要刷个牙齿出来，准备打我痛。牙齿有没有牙齿？哎，半数，半数，刀折，3000没有了，吃饭。
我清光了耶，好棒哦！啊，还没有。是啊，我的梦想是玩炸弹兵啊，怎么玩到这个了啦？哎呀，不然就赚个十万，要去修复我们的魔王城。好，想干嘛？不。跑掉了，砰！哎，我炸膛。好，被劈死。哦，去。一鸣安安，没有，我想说。从那个那天什么阿王讲收割收割，我想说嗯好吧，应该是帮他取名字的，应该也很像哦。崩 Q 加减啊，哪加减安安安德啦，所以就会说这游戏是靠赛游戏啊，这样。而且最好笑是，竟然是跟这个人拿到死神，我天哪！对啊，拿到那个谁？哎。那个赌徒，火精灵，水啦！沼泽不需要了。火精，这个。其实不用了，这个好玩吗？考虑入手，好玩，好玩到爆！我跟你讲，买了啦，没人在犹豫的啦，阿金安安，买买买！
他就是游戏都靠赛，然后你怎么讲，就是你一开始有个初始角色，然后每只角，然后你会看到就像这个什么头颅之类的，那个头颅就是那只角色的职业，然后你的职业可以搭配道具再加上他的技能，他的技能每只角色会有四个技能，但是最多会让你用两个来选这样。他极度好评不是没有原因耶、欸、哎呦，像我现在拿的是这只是早期就很 OP 的角色，刚好拿到，然后就拿来玩，不然我原本不会玩这只的。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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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痛苦吧，我的痛苦在你之上。那这只角色好坏掉了，等一下我先等那个精华的一结束。好了，可以了。哇，太爽了吧，太爽了。这是什么游戏体验啊，我的天啊。啊，这边而且阿靖他现在正式版的，之前是测试版。不过我现在玩的是有点像手游广告那一种，前期感觉很猛很猛，但是你一开始玩的时候，不是前期很猛啊，感觉很猛，然后结果你玩起来怎么感觉跟我玩的不一样的感觉？啊，精灵，还缺一只3000，够了够了够了。
对啊，这场太欧了，这场已经是我玩这个游戏的运气全花光了，你就知道多夸张了。哎呦，白痴哦，看到了。白痴哦，没血了啦！等下剧本是这样子。感谢雅思的哇、哦！感谢雅思的1000块，感谢感谢感谢！我最近你是下两次吗？你下两，感谢我最近正好需要这点这酷东西耶！啊！太远了，是不是？呜呜呜呜！没有他那个，吓死我了！罐子真的很烦，真的，我也知道要打罐子，可是罐子打不掉啊！啊啊！让你们看看。精灵王出现啦！各位观众，精灵王出来啦！我要去当通灵王了。我的天哪、啊！还给蓝蓝看啊！不要不要这只，我换只角色。感谢杰成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还好只是那个，不然都2000块，我其实也是吓到。感谢雅思，感谢杰成。对啊，所以我需要这酷东西才会。最近在下午的时候开台，努力赚点钱，不然，哎、欸，我觉得那个谁，那个谁啦，不要让我死哦！这场开局还不错哟，还有吗？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感谢，谢谢生母。看这只好像不错哎、欸，病变，哦，今天好像还好。
我觉得我不用换了呢，这样已经，因为20%攻击力，这个拆掉，就那个谁啊，那个谁，我刚讲了什么？可以告诉我刚讲什么吗？我刚讲了什么？等一下啊！可以提示我一下，我刚讲了什么？你们记得这句话吗？哇，1900哎！不行，等一下我要换一只角色，等一下会有很烦人的蜡烛来打我。你说下午开台，然后那个谁想不起来那个谁，哦，白色，那个、啊、YT 的后台那个啦，那个什么演算法啦，因为明明是寒假了，可是演算法就是让我收益很惨，我是要讲这个啦，收益很哭啊。然后这个寒假我的收益比那个。比以往平时日还要低，所以才会想说下午平时也开始开台了，不能不开台了。现在都已经在家工作了，还不好好开台，这样怎么行？那这个那丢蜡烛真的是得帮你，好人厌，你最讨厌。我知道啊，那个进化效果不就是那个有一个黄黄的球打到你会有那个简易效果吗？你进化的话，那个简易效果就不见了、啊。就被演算搞，也不是演算搞，演算法搞啊。所以你们才会那时间什么留言说什么繁星要多休息，不要太累。我说。我不能休息呀、啊，我休息会穷死啊！这个一定要，这个我不敢拿掉。这个回血好棒哦！很多5年以上的影片都被推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有人看到我那新大陆那个影片，我觉得很靠酷啊！新大陆的影片被翻出了，就觉得很好笑。资深太强了啦！你看、啊、我中了吗？有吧，我刚刚有中吧。啊，空大训练班。然后通常下一关就有进化的池子嘛，对不对？你看有进化，我的画面应该都没黑黑的，哦，有了黑黑的结束了，那就是诅咒结束了。啊、哦，碎啦！因为在地上的我才能用那个马去撞它，我没打过它哎、欸。
怎么打、啊？哭啊！他太痛了吧！不要，你等我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我哭。好了，大概看懂了。看懂，但来不及。天哪，这只好耗啊！我想换这个哎、欸，可是没东西换，这个吗？可以哦。九女好应付，我喜欢打那个哎、欸，火女法师。抱歉，我不该换的。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想搞我是不是？你想干我是不是？有没有杂兵？我想补血。像刚刚那个，我也比较喜欢。两名以下的话，啊、看他是很贱的，要烂火球、哦，完了，觉得不妙了，谁啦？偷打，那别回来。白痴哦，按错技能，不妙了，不妙了，不妙了。
打完了，我好紧张呀。好紧张呀，究竟会不会过裂？我还没有好的冰水欸。对，热水。哦，先偷打吗？有这样子的吗？什么？技能冷却 CD。算了，没想到我们还是可以来到这里。我的天哪，这仿佛就跟做梦一样，我的车轮饼还在旁边等着我。哎，奥金暖了哦。然后这时候，那个牙齿的功用就来了。我在这边补血的，所以我才会一直留着它。因为这边的怪其实很好打，可以补血。好啦，没有什么好换的了。最后的精髓，恶魔之眼。骑士的盾太好用，很好用，对不对？骑士的盾，你是说那个盾兵的盾吧？我靠，要哭啊！打完咯。哦，金水给的盾哦。嗨，又见面了，第三次了。卡伦的剑，好紧张哦，比游戏还刺激。
怕做偏了。嗯，汤哦。好痛啊！哎，好不痛哦！堵了，干嘛？急了，我没有血了，我要死了！精灵王救我！精灵王不救我就死了，我就是当死神了！跑跑跑跑跑跑跑！啊，完了！不要抓，不准抓，跟你不熟。不要哦！我差一点点，我操你的！跳太快了，来不及按跑，差一点点哟。然后选到的角色都是靠技能组的，没办法，不够。我对不起大家，我是一个可。柯伦饼压压紧，其实还好啦。我对，我现在对过子时已经没有什么好留念的，现在只是想要我的炸弹兵出现而已。没事，我们吃广告，不痛不痛，一点也不痛。啊哦，其实我刚刚本来考虑说，我的另一只角色拿盾兵，这样至少换盾兵的时候有护盾，再换回死神这样子。这个很棒啊！不累吗？不会啊。赚钱怎么会累？哎呦呀，差点！钱还是要赚啊。哦，好想收割啊！延安。
刚刚就差一个技能的招式了。哦，这只我也玩过，这只会越吃越大，然后你卡地形出不去。有时候像这个地形嘛，他们就这样子，可是那只变太大只过不去，好白痴的。去去去去去！哎，这只玩到底，我想啊，我之前就有想过了啊，而且我前一场不就这样子玩到底的吗？玩失败啦、啊。因为这只没有清兵能力啊，很累。是没有清兵能力，所以玩到底很累哦。而且我现在塞集那个啊，那个炸弹兵，而且集到还不一定，还是要靠道具。首先要先有炸弹兵，我们再来讲其他好玩的东西。其实刚刚死神那边，我以为我在主教那边就会死很惨，就发现还好技能足够强。
没有。好啦，不然刷到三点吧。三点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就休息。最好等一下商店给我出现哦，我等你，我们约好了。喝水，你是叫我喝水吗？我现在只有可乐欸，很不健康，不要跟我学。哇，第一次有人提醒我喝水，感谢哦。像刚刚那一只这一只的话，打这一群小怪，我们清不完啊！忍者，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这边刷嘛？你看哦，他这边如果换掉的话，他直接把头颅换上去，所以我现在是直接变成就只有一只，但是我就是需要那个需要炸弹兵这样子，因为炸弹兵他的技能用完之后就会换另外一只。他、如果没得换另外一只的话，他就只能一直上场，所以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呀，反正跟刷手抽一样难、欸，是一样难啊，不是刷手抽啊，白痴哦、喔。无奈，好，剩两分钟，这是最后一场了，感谢各位啊！先播个广告，感觉没希望了，所以在这边先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不啦不啦，下午的收看啦。记得吃饭哦，该休息的休息哦。因为他不一定是每一定会给骷髅，也有可能是不给骷髅的。想要个骷髅吗？拜拜。晚点见啦，最后了没有？对啊，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